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心里总觉得很温暖，很感动。从学跳广西的科目三，到打卡槟城哈尔滨，从种草四川酸菜鱼，到热捧甘肃天水麻辣烫，大陆的美食美景和流行文化特别容易在台湾同胞，尤其是台湾年轻朋友中火爆出圈。归根到底，是因为两岸一家，一民同俗，都是中国人，天生中国味，就爱这个味。至于说大陆与民进党说的不一样，上次的发布会我对此已经有做了阐述。我想除了欢迎岛内同胞多来大陆亲眼得见，我也希望建议岛内的同胞，特别是年轻的朋友，能深入思考为什么民进党要刻意瞒骗，一骗再骗。